昨天录到几点啊？我觉得你的这个头发颜色蛮好看的。哎，你鼻子是不是很油？要不要去吸一下油？这件衣服真的适合你吗？哎，我觉得那个奥运很好看。哎，你那个哨子，你有没有擦一下，用酒精消毒？哎，你那个棍子很粗哎。没有，还有更粗的。好，不能回答跟题目相关的，这样他就有一棒了，他就赚到一棒，一棒一棒敲吗？没有，累积到最后，累积到最后，这样了解。然后假如说累积到最后我有三棒，好，然后就比如说他要先恭喜那三棒，然后两个眼睛都闭起来，或者是戴眼罩。好，请不用戴，我们防君子不防。那就站两个角落这样。好，敲的是你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就中间站好了哦。好 ，OK， 请移动。这样就没有了啊！你不用移动了，你就站中间就可以，因为非左即右嘛。这样，哎，对，非富即贵嘛。好，请就位。哇，啊，就是两位了，就是最后晋级的两位。晋级这两位啊，回答的答案不能跟题目有相关。好 ，OK。对，答案也不行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 ，OK， 你先问。好，我们来判定哦，三分钟哦，互相对话。预备，开始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觉得今天天气很好哎。你的头发怎么绑成这样？我今天穿蓝色。你今天吃了什么？我好想睡觉哦。壮壮，你的单曲是什么啊？我今天要去高雄。乐天女孩，你最喜欢谁？哎，壮壮，你是不是变瘦了？哎，你要回答。他丑一，好，现在开始，丑一也算一半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累积下来，轮到壮壮开始。乐天女孩最讨厌谁？想太久，想太久，丑一，丑一，丑二，有在想回答，有在想回答，真的有在想回答，真的有在想回答，哦，真的有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我跟大家感情都蛮好的，哎，这都不错，他回答了，他回答了，有，那就丑二了啊。好，哎，壮壮，你什么时候想退休？我想吃茶叶蛋。你今天头发很长耶，啊，好想睡觉哦。哎，壮壮，你的眼睛好漂亮哦。你今天穿牛仔裤哎，我觉得壮壮没有发问，壮壮没有发问。哦，哎，丑一，但是刚刚那个眼睛好漂亮，好像也不算是发问吧？眼睛好漂亮，对，问句，对对，要记得先回答问，回答发问。好，两个人都丑一，好，啊，壮壮赢两棒了，对，哦，落同一棒，好好，来轮到你开始。你除了吃面包，还喜欢吃什么？我觉得我的眼睛长得蛮漂亮的。壮壮，你的衣服看起来好大件哦。我今天想要去跑步，洛彤今天还要去哪里？我等一下就下班了。从一天，回答了，这有点回答了，有点回答，有点回答。好，洛彤先发问，一边开始，还有一分钟。壮壮，你今年几岁？我喜欢吃阳春面。你今天衣服穿搭的好好看哦。我喜欢吃巧克力。壮壮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今天要去高雄玩。你今天想要去做什么？哎呀！好，4-1哦。好，轮到你这边发问，先有30秒了，想好一些问题。若彤加油！壮壮，你等一下要去哪？我今天要去染头发。好。松懈，好，连续记，好，第二棒。壮壮，你晚餐要吃什么？我蛮喜欢绿色的。你最喜欢颜色是什么？我喜欢吃阳春面。干嘛学我？壮壮，你等一下要去哪里？我待会要回答。又一棒，但是不能够一直问说你要去哪里？对，那你重复问题了。对，没关系啊。这人家的自由啊，对啊，你要进入到他的逻辑你就完。好，若彤，赶紧最后10秒。壮壮，今天星期几？我要待会去 Seven 买东西。开场舞，你觉得哪一支你最难？我比较喜欢蓝色。乐天女孩，你最讨厌谁？黄色好好看哦。乐天女孩，你最讨厌谁？我讨厌黑色。哦，黑色是谁？你说你喜欢黄色，那红色呢？阳春面加辣也很好吃。去小吃店你要吃什么？我好想要睡觉哦。你等一下回家要干嘛？今天肥肥要带去看医生。哦。所以
对，会乱聊，一人四方，一人四方，好不好？这个叫马尔东风，人家讲的话哈。对呀，你这个找谁训练啊？你一定能成功，找妈妈。哦，妈妈在场，你没有太听。答非所问。啊，我咧讲话，你有咧听无啦？我要去哪里？好，两位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OK， 好，壮壮先出招，好不好？闭上眼睛。好，若彤，请移动。好的，棒棒，不是棒棒，决定壮壮，棒棒到肉，好，壮壮到肉，请出手。哦，够位了，中。1-0，好，好，若彤，请闭眼睛，壮壮，请移动，好的，请出棒，好，1-1，壮壮，请闭眼，若彤，请移动。好的，壮壮，请出手。他可以回答你拉队是讨厌谁？2-1。拉队是讨厌谁？壮壮。若彤来打，壮壮，请移动，开始。笑嘞，请出棒。大力，大力！绝对，绝对两个人有问题。这个有恩怨哦。我平常对你那么好。哦，来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阳春面都分你吃。我帮你带肥肥去看医生。好，2-2，轮到壮壮出击。3-2-1，请移动，若彤。好的，请出棒。加倍奉还，全力全力以赴，吹了，加倍吹了，可惜可惜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碰一棒，好，轮到若彤，好，壮壮请移动，全力以赴，好的，请出棒，他平常对你好吗？有力，好的，3-2。剩下最后一棒哦，好的，若彤请移动，请出棒。哦，挥棒落空，挥棒落空。那么3-2，而且还剩下最后一动，恭喜若彤获胜。